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七月七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继续来关心森林倒落服务科技公司去新工厂的工程，伫七六的时阵烟架倒去，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检方查到这个烟架固定伫咧壁的连座的材质有问题，无达到国家的标准，而且嘛无照道来施工，再当敲崩，才造成这个意外。依法下令停工，加依罚30万。在两年前，双手合十为过身的牵手祈祷，森林县斗六市服务科技公司第五期厂房新建工程，七日发生铁架倒塌意外，造成过路的员工两个死亡，三个受伤，其中46岁姓郭的死者红婿甲大汉囝拢讲，迄天早起姓郭的女子正常出门上班，无想到一去无倒转啊！我太太就跟两个人用走的撑雨伞过去。走还没到停车场，他就滑下来了，根本没有时间，也第一时间也来不及闪躲，也没有地方可以闪躲。到医院之后，院方那边就说，妈妈在送往医院前就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了。倒起的铁架为阿哥挂伫半天悬，事故现场规个如苍苍，劳动部技术到工地勘查，初步发现工程铁架连接施工架的钢模啊，壁连座无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镀锌铁钢材质，佮无照上大载重设计施工造成倒塌，所以先要求遂停工，并依《治安法》第六条对负责施工的救护营造公司裁罚30万。七楼外墙的模板跟施工架。位于施工时预期最大荷重，妥为设计施工，造成这个人员伤亡的灾害，立即停工处分，并依照治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裁罚30万的罚款，并后续追究相关刑责。森林地检署检察官初次到现场调查，后续也会安排相验，对是不是因为人为疏失因素造成铁架倒塌意外，要进一步追查清楚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发生把尸体藏在烫树的这个命案，那亲像是因为这部的纠纷来引起的，现在也有找到皮带顶顶可能的证物。那如果警方逮捕姓陈的嫌犯，还有他阿姊和姓李的嫌犯，拢总三个人，经过复讯了后，警方认为说这三个人犯杀人定罪，罪嫌重大。详细的消息，法院裁定这个姓陈的主嫌是羁押禁见，那另外两个人是轻罚。高雄高山美术东六街附近发生藏尸命案，警方接到姓陈的嫌犯因老母报案，到场了发现姓郭的死者坐倒伫咧衫橱啊内面，头甲脚拢互底下落掉的，随家人也搁伫咧厝内姓陈的嫌犯逮捕。停留在这个屋内的陈嫌就及时逮捕，现场采证后，那我们查扣了疑似作案的皮带、凶器，还有毒品跟吸食器，目前我们正紧急送验比对中。姓陈的查甫人讲，伊家这个姓柯的查甫人拢是早起集团的人，因为债务的问题，家伊带转来厝的，不发生过骨肉变冲突。结果透早三出人命，一切大姊加四女的朋友想要把尸体再造，并且灭证，无想讲因老母拄好转来，发现伊人怪怪，代志才变菜。本分局会针对我们相应的结果来做交叉比对，勿枉勿纵。那这个案子侦办后，我们将以杀人罪嫌。还有我们的毁损尸体跟湮灭证据，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在初七早起也逮捕姓陈的嫌犯，以26岁大姊，一个姓陆的嫌犯，同时查到剥掉废料的皮带，怀疑就是凶器。警方认为三人犯杀人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东南风。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高温大部分拢有加32至36度，气象署针对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发布橄榄色的灯号，而且可能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请民众多注意。也若今仔日第一只方便的台东甲恒春会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大台北、北部的山区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若伫个中南部的山区，都要注意可能会有低延时的强降雨。提醒用乡亲，若是出门，都要记得扎雨伞或者是雨伞。最近的天气是热甲冻袂调，
昨昏伫个金门真出名的风景区霍国敦聚落的观景台，是热甲熊熊全规个大火烧起来。不过，加在即个火是真紧就拍花。气象署提醒民众，这一礼拜天气同款是真烧热，尤其是受到冷心低压的影响，地面的温度会较高，对流较旺，过道较会上大雨。连续高温伫金门霍国敦住了观景台条啊，好亲像家己着火烧起来，烧甲拢乌去，火把窜到附近的杂草，见效期无到现场，真紧就甲火拍花。现场燃烧杂草约十五平方米，立即布一水线将火势扑灭。带人入境，因为拄啊是山啊贵，真侪游客来老家食山啊边，结果违规临停路边，互当地居民真困扰，警方完了到现场处置。来吃山边足济啊，拢来就插就停啊，啊停的你就交通总拢爱搁补助出来管制交通。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一些也是好天高温的天气形态。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有36度以上，台东有火烧风发生的机会。午后各地也是会落雷阵雨。午后的阵雨发生的时候，通常都是来得又急又快，而且都是容易会有短时强降雨，然后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在午后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哦。气象专家加新兴分析，拜日因为冷心低压的影响，造成高空温度低，地面温。温度高，这种情形可能造成王星对流发电，所以午后雷雨会更加激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看煞，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人口差不多有1300万的东京都，昨昏举行知事的选举，71岁现任的知事小池百合子是成功连任第三届。现在台下日本籍56岁前参议员连峰，伊是排伫第三。这个消息是让大家感觉奇异外。咱来看《中国时报》，驻日本代表谢中廷就要落任吗？驻法国代表吴志忠，卖伫咧奥运结束了后，回来做外交部的处长。根据了解，新的驻日本代表已经内定啊，是由考试院前副院长李玉荣7月底会来接。现在驻法国代表嘛内定。8月底会由现任的保训会主委傅培基来做。然后行政院最近正式核定了后，就会对外来公布。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外交部国建署证实，目前正在规划医疗性冷冻卵子补助的方案，亲像伫咧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喉咙腔的鳞癌，就会纳入补助。然后上紧会伫咧年底来实施。接下来看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最近伊铺文讲，因为即马有立委质询的时阵无认真，甚至是乌白生话，袂输咧政治表演共款，毋是真正要来解决问题，所以会当考虑归去甲立委的质询权废掉。这个消息出来是引起真大的讨论，也那在也是大力批评，叫民进党的总调郭建铭出来听看麦，看伊敢知影引导立委到底咧讲啥。立委的立法院质询是每届会期例行的程序。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最近在社群发文，讲应该考虑废除立委的质询，不过也引起在野党立委的批评。不质询的话，请问一下立法委员，难道只要开直播连消委就好了吗？柯建铭、柯总召和吴思瑶，你们要不要听听看，你们口中的台湾的瑰宝到底他在讲些什么呀？质询是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职权，没有想到啊，现在民主进步党立委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张。陈柏洋到底是不是代表民主进步党党团的意见？三亚党立委质询，质询是宪法和立委的权利义务，更加质疑新平的讲话是否都代表民进党。新平又在白宫底下被修宪进行，这阵质询的运作方式是应该有条件的所在。质询既然是现在宪法上的权利，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认为质询上该做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利用质询的时间在造谣，变成我们还要趁质询的时候帮忙辟谣。如果能够修宪，那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还不能修宪之前，我认为质询的权利还有他进行的方式应该做一些修改。另外，宪法法庭对着国会这款法案的释宪加暂时处分的申请，正在进行准备程序。也过吴国昌质疑，安尼赶紧紧开庭，是不是符合法律程序？也过郭建铭打电话给大法官书记听，敢亲像指挥办案。司法院初步发出4点的回应，包含寄送通知书了后，考虑立法院合议机关特别温存三名代表出席，再重新来制作通知书，以最速件来送达，一切依照程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来看法国国民议会第二轮选举结束，目前的民调是左派新人民定选赢。不过，这三大阵营是拢无摕到过半的289席。左派梅兰雄要求做新政府，马克宏办公室发上新的声明，讲爱等上尾结果出来。然后，国民联盟党是为第一变作是第三，因的总调讲，因的胜利是靠办到为赢。法国的国民议会第二轮投票已经结束，几落千位民众伫咧巴黎共和广场关心选举的结果，有人伫咧路的烧物件，顶部警察想要压制可能发生的暴动，有示威者指控警方正催泪加速赶人。伫咧票一直开出来了，发人意外的是，民调显示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排第一，总统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共在积极联盟排第二，第一轮赢的自由的国民联盟这边排第三。极左派不括法国领袖梅朗雄甲支持者讲，表示已经用选票表达意见。Le président a le pouvoir, le président a le devoir d'appeler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à gouverner.总统马克宏办公室发声明讲，将会等待最后的结果出来。总理艾塔尔宣布，初步会送喜停。因不因为所带来有北约的重要峰会，一个奥运，也伫咧职位上过掉的。Combien même elle a réalisé un score 3 fois supérieur à ce qui était prédi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ne dispose pas d'une majorité. Je remettrai demain matin ma démission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assumerai bien évidemment mes fonctions aussi longtemps que le devoir l'exigera.Il ne peut en être autrement à la veille d'échéances si importantes pour notre pays. 第一轮赢的国民联盟这边结果算不好。党会总召马林乐鹏讲，因为党一直在咧进步，因为胜利只是热闹而已。民调显示，这边无任何政党联盟摕超过289席的过半席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英国在四月份的时阵通过一个卢安达计划。因安生要把非法的移民拢送去非洲国家卢安达来安置。不过，即马英国政党轮替，新的首相斯凯尼已经讲明，伊无拍算要推动这个计划。伊讲，非法移民的问题应该为源头来解决，对非法偷渡、人口买卖是绝对会严格来查办。英国总统测试在当来头一届政党轮替了后，新首相斯凯尔正式进入唐宁街十号，用首相的身份任命新的内阁成员，召开头一场内阁会议，嘛在头一场首相记者会内底宣布，无要实施今年四月才达通过的卢安达计划。The Rwanda scheme was dead and buried before it started. It's never been a deterrent. Look at the numbers that have come over in the first six.And a bit months of this year. They're record numbers. That is the problem that we are inheriting. It has never acted as a deterrent.卢安达计划是要把2022年四月以后入境的非法移民送去非洲国家卢安达安置，防止非法移民继续进入英国。这是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包括人权组织反对加司法的判决坚持的酷敌计划。暂时斯凯尔无想要执行这个计划，暗算由移民加执法的专家，还有对国内的情报机构军情局处共同组成一个全新的边境安全司令部，为源头打击安排偷渡的人权集团，解决非法。What Keir Starmer is proposing, which is to, you know, tackle the gangs, well, frankly, you know, the last government were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few years. It's not going to work. As soon as we get a calm spell, they'll be crossing the English Channel in their thousands. And let's face it, Keir Starmer does not have a plan to deal with it.英国新政府内的一个成员，除了新的外交大臣达米，佮英国历史上头一名女性财政大臣里夫斯，斯凯尔毋忘佮恢复经济成长当作新政府的优先任务，用行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佮信任。国际新闻台双朋友，继续来看伫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当地爱德拉火山过四年的时间，初二是搁一届喷发，想袂到才过无一天。附近另外一粒火山也对了喷发，当地是随发布上严重红色火山的警戒，附近的居民随时都要准备撤离。甘蔗一直为火山口清出来，搁在山体一直流落来，火山活动是真激烈。意大利切里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是当来个一摆喷发，伫一个火山喷发无到一天，火山北边100公里以外斯特隆伯利岛的火山嘛伫咧喷发。Da qualche anno vediamo Stromboli vivere una nuova stagione, un'attività più vivace.
è caratterizzata da un discreto numero di eventi esplosivi più o meno intensi che si alternano anche a fenomenologie che non erano frequenti a Stromboli, che sono quelle dei flussi piroclastici. Questi due火山前后喷发熔岩和火山灰，后附近山顶的天顶打着火山灰。当局是即时提醒西西里岛的警戒等级，发布相关的红色火山警戒，而且随时准备疏散居民。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因为天顶甲跑道拢是火山灰，机场被关闭。因为即届的斯特隆玻璃火山喷发，除了呈大量的烟，佫出现熔岩流灌入海内底，多数有数十名游客登到坐船去观赏火山碎屑流流入大海，加浓烟烟条的景色。Avevamo inizialmente un pochino paura perché non ci facevano capire bene quanto fosse un evento straordinario ordinario e in realtà ci hanno tranquillizzato moltissimo le persone del posto. This 200,000 year old volcano, we love it, watching the lava flow down into the sea, it's just mesmerizing and beautiful.暂时这个火山还在继续喷发，受到火山灰飘起附近的山顶，还有落雨的影响，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卡塔尼亚市已经宣布暂时不能驾机车，而且把汽车的速度限制在每一点钟20英里，避免发生危险。恭喜新闻台听众朋友。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带各位乡亲们做回来看世界。有一只大型的传统渔船啊，载170个渔民，在西非国家的沿海变起，造成89个人死亡，72个人失踪。目前海巡人员是救到9个人，其中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来看巴伊鲁乐器机队受到邀请，去加拿大真出名的嘉年华活动，卡加里牛仔节参加演出。在演出之前，有传出中国想要阻挡这些学生啊，炸国旗入场。刚才主办单位是坚持这场活动跟政治无关系，所以拒绝中国的要求。另外，巴伊鲁的表演也摕到迄天的名人评审大奖。来看日本跟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初八时阵会伫咧马尼拉举行 G+G 会谈。菲律宾总统办公室表示，两国会签署互相尊重的协定，双方会当派国防人员去境内进行训练，还有其他的行动。提供法律的依据来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紧张的情势。镜头转来咱国内，两岸关系要持续紧张。军事贸易业台湾 ADIZ 有讲到，昨昏有一只为中国来科学研究船“加加号”出现伫咧咱国的东部的海域，伫花莲甲宜兰的外海作业，上近离宜兰的乌石片差不多二十海里。海巡署随派台东南去监控，而且用公报来处理。在你平湖这批船大金湾88号，初二号中国海警带回去，两岸还搁在咧交涉。即马初七又搁一台中国籍的海洋科考船加进号，进入咱东部海域，沿着花莲到宜兰的外海来回作业，也把进入咱24海里连接区，离宜兰的乌石片差不多20海里。台东县防空。加进号是中国厦门大厦管理的考古船，主要作为中国深关海科学考察。海巡署台东舰全程并行监控，并且放上苦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防部公布上新侦查到15架次的中国军机，加1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而且有风声讲，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经过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来航行。有航空部发现讲，同一天有一架美军海巡无人机出现伫咧台东外海咧拍酷势，几啊点钟了后才离开。有专家认为讲，这应该是咧监控中国水面舰做相关的任务。国防部公布，初六归港查到15架次军机、10架次军舰侵扰台湾，更加传出中军山东号航母编队经过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航行半天，搁转来。也来航空部发现，同一天有一架美军 MQ-4C 海巡无人机，对日本那把空军基地起飞了后，出现在台东外海，西几啊点钟才回航。共军在台湾的周边呈一个倒西型的一个包围态势，就是在台湾的西南、南还有东南的位置，都会有共军的船舰、起降直升机，不排除 MQ-4 是在观测中共这些就是舰队的可能状况。
原来在2022年举行的汉宫40号演习，有计在台北港、干道宾馆、松山机场、同机场、台南机场周边、台中花莲、台东、澎湖海堡等12个所在进行反恐机关演练。学者指出，顶面所讲这12个所在直升机拢能力来起降，而且位在关键基础设施的周边。演练的目的是防止敌方部队夺占相关的地点来进行后续攻击。机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重要的政军中枢或重要的基地有一些地缘关系，当然就是模拟这个国军部队要反击这个中共的空基教。阿家分析，今年汉光反定了上定的焦点是多点东部防卫，凸显区域防卫的重要性，而且未像以往无限的发布各种的状况。参面的单位必须外扩平常时的训练，计划机动来应对整体更加瓦罐事件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美国德州州长初次带团访问台湾，先跟总统赖清德见面，再跟经济部长郭智辉签署经济合作发展意向书，而且宣布成立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郭智辉说会看当地主管的条件来协助中小企业去当地找商机，让德州跟台湾的经济关系会当愈稳定。总统府内面气氛正热烈，由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艾伯特所带队的经贸访问团，成员包括德州的议员和商界代表，共同拜会总统赖清德。赖清德表示，台湾的企业在德州的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20亿美金，也祝贺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成立。新的办事处以意向声明，也将为台美企业创造没有上限、好上加好的合作机会。The role that Taiwan plays on the global stage is so incredibly important for so many reasons. Trade is an obvious one. Semiconductors,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nother one. But what you do also is so important for world peace and for democracy across the globe.格雷格·艾伯特强调，这是这个世纪以来德州在除了墨西哥以外所在所开设的商务办事处，重申两边的经济关系重要性。除了第一遍访问台湾，也跟经济部长郭智辉签经济合作发展意向书，以后是不是协助台湾供应链到德州寻求商机？郭智辉表示，将会跨当地条件来决定。我想这些资源条件如果是满足的，那么我想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些条件会使，经济部也会提供中小企业相关的奖励投资，协助市政府行政程序，也够加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希望会让巩固德州加台湾的经济关系，创造更加大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性侵害案件总数是比去年增加一成多，关系是网友的案件有千多件。有犯罪防治专家就分析讲，即马通信软体甲数位平台拢真发达，数位性侵害的事件有增加的趋势。除了民众爱提高警觉，保护家己以外，政府嘛会当考虑参考日本的做法，修法，让平台业者自我约束。通信软体开讲交朋友、社群平台传相片，这拢是现代人的日常代志，暗过嘛产生一寡风险。卫福部统计，2023年性侵害案件拢总9413件，比去年增加12%。其中，互网友性侵害案件有1030件，是连续第五年升高。牵涉到性侵害消息以文字加影片形式散布，虽然实体无接触，但佫造成伤害嘛正大。因为在数位时代里面，身体隐私处透过影像的拍摄，那还有被传播的这个可能性，对于其当事人，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卫福部保护师指出，网络交朋友大部分是慢慢发展的，不论是互人诱拐，还是家己自愿、伫私信、脱衫裤、传送不雅的文字等，依照即卖法规，迄个世界用影像文字者引起性欲，造成无爽快，拢适用性骚扰防治法的管限。暗个犯罪防治专家是讲，虽然去年开始，刑法有增加定性影像定义，并增设专章保护，而且性剥削条例嘛有提高刑责。暗个一旦侵害影片互人散布，要落落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业者的管理也是一个大问题，是要请他们下架，或是要请他们配合的移除等等之类的话，可能他们就很多的商业考量，他不太愿意配合。专家指出，所谓世代、世界各国拢面临同款的趋势，以日本做例。
性温书案件也每年在增加，以去年创新高。日本政府也为了这件事在今年五月修正资讯发布平台应对法，要求业者自主管理负责，建立落下来的机制，否则不要公布名单，好让台湾也可以这做学习，用源头管理，使用者也都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概念。记者综合报道。台企民众现在民发生的年会是18岁哦。宜兰顶一日有一个18岁高中生，他专业贷款买奥托拜，派十多万的贷款，家长知道了后是惊一跳。不过有律师就分析，只要有签契约，就有法律的效力。提醒青少年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也是要三思而后行。骑机车代步省时阁方便，啊，毋过想要买新车，价钱无上，就算基本款卡袂着嘛，都要几落万，甚至阁较高级的爱十外万，都惊讲费用高，降价阁买一万，所以业者推测免投期款买车的分期方案。还是要看经济状况吧，但零元也不代表免费啊。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有那些钱的话，可能还是会压抑一下，先不要买。虽然实际街道访问不少少年人拢讲，除非经济会当负担，才会考虑看车。不过，依然有一个学生囡仔，才大成年满18岁，就用这种免头期款交车的方案，专业贷款买车，予伊的家属是这个业者明知知影讲囡仔高三读册年纪，经济的能力有限，也是怪伊买车，爱派十外万的债务。他满18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吧，那银行那边审核没有问题，那其实都是正常合法的买卖，没有什么违法的。为去年元旦了后，民法已经有修法，加成年的年纪受低，像讲牵车、租厝、办卡等等，若年满18岁，唔免家长同意，会当家己做主。律师嘛分析，这种的契约签订拢是成立的，并无牵涉到不法。民法下修成年年纪以后，那十八岁的少年需要为他的买卖行为负责，在法律上很难用暴力行为来撤销这个买卖行为。那未来如果缴不出这个款项的话，可能会被拍卖以强制执行他的财产。成年人年纪向下调整，少年人想要买啥都会当买，按过享受权利的同时，嘛必须都爱承担更加侪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也是爱看家己的能力才做，建立正确价值观，千万唔通冲动消费。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华人跌宕了后，真侪行业拢受到冲击，也那影响上大的就是观光业。华人政府即马为着要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按算编十亿分华人进行消费券，初步估计会有32万的官民受惠，只要通过议会审查，上紧8月份就会实施。为了进行控诉控三地当了花莲地方的经济，官府家己调裁员，拍算要发花莲进行券，已经编11个有剩，只要涉及一个花莲的民众，一个人3000，估计有32万的官民会当领到。花莲县政府的财主单位，其实我们也已经进过了研究，那我们也对于财政的部分是可以来负担的。那至于发放的资格，当然是以花莲县的县民这个为最重要，而且为基础。在今后花莲整个行业生意拢正歹，再加上只要落大雨，苏花公路、北回铁路就会崩山，更加无人要来花莲观光，整个有名的餐厅、饭店拢收起来，所以这么分消费券来带动经济。这也是台湾第一次地方政府为了自救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就是啊，用地方的自有财源来救地方。我想中央应该要感到汗颜。地方正支持官府要发进行消费券，尤其餐饮业者正期待。但是专门伫咧做外地游客旅宿业者，可能就用未到这边的好处。因为我们旅宿业做的都是外面来的客人比较多哦，那可能对住宿的这个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在于交通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问题是需要中央政府来帮忙了。那但是花莲县政府先来做，我们其实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官府强调，除了进行消费券以外，也可以推设刺激加倍券。这两项优惠政策按算在这个月底第二议会审议，若是顺利通过并且核定，上近8月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初步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42%，创下最近4个月以来新高。
主要是因为最近天气伤热，水果价少起22%。预计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是已经冲破2%的警戒线。主计总署讲，水果的价少若是持续起，七月份消费价物价指数可能会阁加悬。天气热，不少人拢爱食西瓜凉一下。暗过不少人拢发现，最近水果价少，包含西瓜往来，差不多拢有起价出世。因为西瓜以前都20块，现在一斤是35，西瓜比较贵。我觉得都涨了，大概对啊，就调整一下，少吃一点。这个总处指出，受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影响水果价少，大起12.6%。水果业者透露。天气热，水果真歹保存。为确保水果的新鲜度，严加大量进货。还是跟天气有关系，就是如果天气热，有些水果耗损真的比较多，那它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再上来。卖差不多一天两天的量，然后卖完再去补货。因为水果价少，起起来推升六月通膨率来到1.4%，创近4个月新高。另外，出售部分继续起1.59%，创18年来上悬起的幅度。今年上半年通膨率达到1.17%，超过2%通膨警戒线。什么时阵应当好？专家安尼看。我们全球的需求现在还是比较低迷，很多商品它的国际价格其实是呈现下跌。这部分呢，对我们的物价就会有一个抵消的作用。有且国内也过受电费钱、储税、医疗费起价影响，推升通膨率。暗过受美国央行有希望在第三季降利息，加上真侪国际商品价少有力量，也希望能抵消国内物价起价影响因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在高雄的龙华市场，内底真出名的翠红顶面，即马传出食物中毒的事件。卫生局接到通报，讲有14人去遐用餐了后，出现发烧，还佫有走白的情形，目前还佫伫个检验，嘛有派人去稽查，发现讲这业者伊冷冻库的温度是拢无咧记录，而且用的食材嘛拢无印日期，下令因都要关门7天来做消毒，而且限期改善。民众大冷面的相片配色水，看了真好食款。不过下一张刷地主大动，高雄龙华市场内翠红冷面传出涉案事件，受害民众指控用餐了后出现食物中毒。气温那么高，食物如果没有马上冰起来，或者会影响品质嘛。上个礼拜朋友吃过没事啊。稽查人员到场采样证了这些食材，卫生局初三至初六陆续接到6间病院通报，有14人食椒肉、皮蛋等面了后出现发烧、漏血症头。现场发现业者无冷藏冷冻温度记录，食材无标示分装，也是有效日期等，粪扫桶嘛无看挂，有交叉感染的记录。日式昆布柴鱼酱、虾仁等共10件，检验致病源。并针对除工及就医民众裁剪人体检验检体检验中，地面员阿哥的检验，卫生局下令业者初四至初十停业清消。业者已经在7号前完成清洁，复查了后若是无改善，会可能依照涉案法罚6万至2月不等的罚款。90%应该是皮蛋口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先停卖的，然后开始联络赔偿事宜。我们做完就会冷藏，因为它比较麻烦，就可能处理过程时间会比较耗长。天气稍热，开低收是不派去。医师提醒，食材餐点爱注意保鲜状况，也加有效日期。料理前一定爱洗手，而且青加色的爱分开处理。出内菜卖留上久，以免食歹巴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初七的时阵举办独木船的活动，有500多人要挑战各船过去小琉球。不过因为过程当中天气不好，风浪伤大，其中有36个人到半中途的时阵，各船是已经过甲无力，都爱等人来救。加在这些人是拢有平安。有船教练就讲，为屏东要过船过去甲小琉球，唔呐爱有技巧、有体力，而且这是无遐尼啊简单。实在讲是无适合用来做体验的活动。远远海上一个十波人一直过船，淹过高波船，无向前反倒转予海鹰，拍向后边，船浮浮沉沉。不要放，先不要上来，先不要上来。海巡人员赶紧调派船艇出海救援，现场真侪只高波船伫海面上四处漂流，民众陆续予海巡人员救起来，大家拢已经添加全身躯无力了。参与独木舟活动民众陆续发生体力透支，无法安全抵达终点情形。海巡艇陆续抵达大鹏湾青洲公园西南方1.2里处海域救援。
原来是屏东县府举办国宝村活动，吸引上百人来挑战环岛小琉球，对青州滨海由崎岖出发，终点站定在小琉球中澳山坡，全程大约十一海里。预计过程时间要用四点钟，不过七七站是六点外，有36位民众因为风浪大，体力不够，漂流在海面上，加在是有惊无险，全部拢救回来。会遇到的风险挑战就是说，我们的环境有可能会有风，然后有可能会有海流，比较恶劣的时候是很难用人力的方式去把它滑行过来的。技术跟评估的体力跟能力，尤其在我们超强的能力这一项会是很着重的。开放性这些比静态这些有加海流加风向加变数，有教练特别讲，环岛小琉球对体能到技术拢爱一定的水准，无建议拄算这个高保存的人，头一摆就挑战这个行程。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消息来看，比赛大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除了海顶的操演，还有实弹射击。今妈妈举办运动比赛，希望能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另外，因为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亚洲国家是拢真积极来参与这届环太平洋的军演。也若甲中国有南海争议的印尼、菲律宾、甲马来西亚，嘛拢投入这届军演。有学者分析，美国主导这届军演，建议美国应该促进朋友甲台湾的交流。边啊，真侪人喊声加油！现场还佫放各国的经典歌曲。二零二四环太平洋军演有29个国家展现家己的军事实力，即马逐个也要展现软实力。军演期间办 RIMPAC 运动比赛，美国时间随后进行海沙堡排球赛，包括德国、美国、南韩、加拿大、墨西哥、印尼等国家互相竞争，也培养感情。It's so cool being here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everyone is so kind. I think everyone loves to kind of get a little competitive, you know, some friendly ribbon, some jokes. So I think that definitely brings everyone closer. 环太平洋军演三阶段，即马正列部队进行。墨西哥、比如南韩、荷兰，一个美国的不列颠处理小组人员开始进行培训。各国官兵听指令，负责家己的部分，发挥专业，顺利摆渡不列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正受注意，因为俄战争牵动印太地区的局势发展。欧洲这边有7个国家参加，意大利是第一遍参加。澳洲甲中共看作是安全挑战，决定加大伫咧印太地区的支持力量。另外，甲中共伫咧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拢有参加。美国今年主导军演，积极甲科学朋友加强合作。I think what we'll see is you'll see many more things being done with Taiwan. And if it's not WIMPAC, it'll be other types of engagement, certain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close to Taiwan. And the Japanese and others being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y are paying an interest in what's going on in and over around Taiwan. 这边军演将会加军舰、塔拉瓦和帕霍丁，目标正明显是指向中共，针对中共想要突破第一岛链。美国跟盟友合作，想要跟中共的军事扩张同调的，台湾的战略地位正重要。不过这几年拢无参加军演，或者坚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恶化程度超过预期，建议台湾增加国防支出，强化无对称的战略。因为台海情势也会牵动印太地区的局势发展，美国作为科学合作的伙伴，应该协助盟友跟台湾加强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顶风上头，咱来看为着咱台湾多元文化的传承，今年的中心学习嘉年华有举办各国语言交流的活动。现场除了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做伙学台语，嘛有真侪义工，有的是要来食咱的头路，有的是要替咱照顾厝里的老大人。伊嘛真认真要学台语，希望会当用台语甲阿公阿嬷做伙开讲甲交流。阿华老师用外婆的台语念阿歌，来甲现场的大小朋友拍招呼。哇，我是一只食旁边的鱼，哦，旁边有够好食。
唱完活泼的囡仔歌歌曲了后，阿华老师马上提出台语囡仔歌来讲故事。伊是哪讲故事，哪变出这套物啊，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嘛真活泼。这是教育部举办的终身学习嘉年华活动，现场除了有小朋友以外，嘛有真侪义工朋友到阵来甲阿华老师学台语。亲像对越南甲印尼来阿丽甲阿文，因讲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大量的台语来甲阿妈交流。有阿妈。啊，阿妈，伊讲台语，阿姆哥，我唔知要安怎讲，我伊讲台语无话济啦，其实我伊讲台语，阿妈食饭。阿妈作主，身为两位妈妈的阿华老师，伊嘛以自身甲囡仔讲台语的经验，鼓励厝内有囡仔的爸母会当教囡仔讲母语，除了会当传承台湾的母语文化以外，嘛会当予囡仔加一种语言能力。伊嘛建议想要学台语的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先对台语绘本甲台语囡仔歌来开始学习。你会当读册的时阵用台语啊，甲伊讲，啊，其实常常听，伊就是有反应，伊就知影迄是啥物意思，所以讲故事甲听。歌拢是足好的一个方法。这摆活动除了有本土语言的传承，嘛有真侪台语团体来参与，亲像现场嘛安排台湾本土运动木球。透过活动，嘛互学习政治生活，希望大家斗阵守护台湾文化。记者戴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那讲到金蕉，大家头一个可能会想到的是高雄基山的金蕉，不过你敢知影？人讲咱台湾是金蕉王国，这个名是安怎来的呢？在日本时代，南投集集的山金蕉，迄当阵是献予天皇的高级品。虽然即马是较少人知影，不过遮的农民要是想要拍拼种出上佳好食的山金蕉。我们积极的话呢，那在依山傍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刚好在这个纬度之内呢，栽种出来的山蕉品质特别好。山蕉参专台种的金蕉品种拢同款。种伫关山顶，予伊有一种特殊的口感佮风味，芳气较高，食起来嘛比普通金蕉较 Q。一节的山蕉生伫露水溪边啊，一节大山山卡，优良的水质掺土吧，或者的山蕉品质特别好。我们集集地区呢，在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量的集集山蕉外销到日本去哦，当时为我们国家赚取非常多的外汇回来。它是一般平地蕉的栽种时间的2至3倍哦，所以这里的香蕉呢，我们都是一年一收，照就说我们的山蕉吃起来口感是非常 Q 弹的。五家五代拢注心种山蕉的事业，那创立专台头一间金蕉观光工厂，阁下进行秘乱研究金蕉加工产品。即马一只店，一只进山蕉的农民，阁成立家己的金蕉品牌千山之秋。主要拢想去日本，2021年一个月就出货要七栋。那我们就一直努力的来，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吉吉山蕉的品牌，去把它温度找回来。我们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好味道的感动，然后我们都是吉吉山蕉养大的孩子，对。那我们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文化跟一个传承的好味道，传递给更多人知道。一节山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8公顷。即挂日低时期，山内黄金虽然捌一时稀微，不过靠农民的拍拼，即马好食的山蕉唔难内销，阁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今朝看山，咱要来看咖啡。第一，咖啡种咖啡的面积差不多有200公顷，为着要带动在地咖啡的产业的发展，官府特别开课，而且请专业的老师来教这农民行稻仔的手路，也阁有美甲。希望能提升家己咖啡生产的技术。种咖啡的农民为着老师甲行道的支持边啊，大家详细听行咖啡豆的知识。上课的农民讲，行咖啡豆的手路真多，真需要经验。透过老师的分享，会当学到新的物件。我如果经验不够的话，来上这一堂课，老师可以用他的经验去弥补我们经验不足的问题。我等于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就能学到平常一些我需要做非常多测试的动作。家己管伫阿里山梅山竹崎环头顶七个乡镇，计共有超过200斤种咖啡的农行。为着要加强社区对咖啡生产的技术，县政府举办咖啡的培训课程，门下甲基本观念，嘛甲比赛手路甲美甲。对于目前人来讲，我是希望讲伊间个课程，伊会引教一寡，就是讲基本的
行道的观念下个大家，然后有行道的经验的人，我应该要做的就是比赛方面的伊的一寡行道的手法。上课老师表示，行咖啡豆的时阵，机器设备、天气温度，拢影响到豆啊行出来的成果。透过大家互相分享经验，增加农民对咖啡豆品质的控制，也提升家己关咖啡生产的技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其实讲到咖啡的学问是不离啊多。伫美国的加州大学已经有秘鲁甲研究葡萄酒的中心啊。最近，英国成立全美国头一间咖啡研究中心。加州化工学系课程的一部分，因要用学术甲科学的方式，搁较精准来掌握行豆啊，也够煮咖啡的技巧。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先将咖啡豆切冻，再搁放入去烘豆机内边，由老师讲解烘豆机的操作方式，并且观察咖啡豆的变化。学校建筑成做全美国第一间在学校内边成立的咖啡学术研究中心，作为学生读化学工程学位的课程之一，敢那是去年就2000位学生选这门课。Currently, I'm a second-year PhD student, and I'm doing my project is kinetics in coffee roasting. So I'm looking at how to control roasting using engineering and then chemistry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yeah, to control the roasting process. My main goal or the project goal is to create a coffee roasting control chart.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李斯坦帕特，伊也是咖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伊讲，真侪人就是讲泡咖啡真简单，只要加水加咖啡粉拉拉就好。不过，其实做咖啡豆的烘焙过程，到煮制咖啡饮料学问真大，甚至比浇葡萄酒的过程更加困难复杂，经济效益也更加大。Here's the size of the wine economy. Here's the size of the coffee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n, when you look at the academic investment, there's a lot for wine. There's a whole department here of wine, historically nothing for coffee. And so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change. 若要品咖啡有四步，先提起用鼻仔鼻的香味，搁再家啉一嘴啊，踮咧嘴内，互伊香味散开，感受咖啡伫咧嘴内香味，搁再描述无同咖啡的差别。咖啡学术研究中心结合食品科学、食物科学、农业、法律、宗教研究甲社会学教授因的专业知识，要对无同角度来看咖啡。咖啡中心除了希望以后会当有一个种咖啡豆的温室，也希望有一天会当把咖啡研究变成一个学系，会当摕学位。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辑。要拿咖啡煮出来，咖啡泡有真侪用途，会当摕来消毒排味，而且即马咖啡泡也阁会当用来去除哦。在澳洲一间大学的研究团队，因把咖啡泡变作是会当加入去红毛土的材料，福气的厝会当变甲阁较用。在咖啡厅外口的户外椅仔顶，有真侪民众坐啉咖啡，享受休闲的时间。伊拉店内煮咖啡所产生的咖啡粕，就嘛拢送去研究室做加工试验。这是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研究室，研究人员用湿布纸把咖啡粕包起来，送入去矿窑内边，改烧做炭，变作一种建材的原料。Our research group was working on recycling different waste materials, and we started looking at organic waste because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organic waste ending up in landfills, which is causing 3% of Australi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澳洲每年产生75,000吨的咖啡粕，平均一天是205吨。加咖啡粕烧到摄氏350度，就会变成一种叫做生物炭的材料。这种生物炭，若会当让空气里更加氧，会当减少高碳排阿门土的使用量。And based on the strength that we are getting increase, that's about 30%. We anticipate that we can reduce about 10% of cement content. And that cement is produced at 1500 degree centigrade temperature. So 5 times more energy. 全世界这么空气里沙石的需求，每年开采差不多500亿吨。在挖沙石的时阵，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但用澳洲所生产的75,000吨咖啡粕作为建材，就能减少开采675,000吨的沙石。那是减少咖啡粕单调料会分解产生的甲烷量，也能保护环境。所以，真侪咖啡店的业者拢配合回收再利用。Product easy to access. A lot of cafes
could sell their coffee grounds. 研究团队希望以后会当将澳洲所生产的六成到七成的咖啡粕转化应用到矿谷里。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6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6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